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有一团泥巴，不一样，这就是。二哥，我们再等一下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徐艺妈妈。啊，不要啊！这些声音还要往楼上跑，往楼上里面跑的。又是草又多又乱，千万不要急啊，一急待会儿还被你丢的是。这就是以前上鱼的老泉洞，它就在这边，就下面挖下来，上面老泉洞找不到，特别麻烦。它跑到下面去拱个江洞，谢姑爷。嗯，今天还好哦，今天不是很暖。挖到这里把洞堵了来。耶，哪里？哪里啊？啊，那个。一动呢？十年的温伤，动呢？大家嘛，洞洞里面发财小手，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这个温伤呢？跑到这里来了，哎，还能看到一点点尾巴。你是个高手，看到尾巴了哈。哦哟，这里跑到这里来了。哦哟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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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天哪，这跑到老窖里面去了。哦哟，今天不是很冷。
咋整呢？这个要挖老墙。投的老坎坎里面去了。哇，跑得好快啊。对，哇哇，不得行不得行，要跑到公路上面去。啊，来了，这里。我以为你要跑到公路上面去。走，是不是跑得很快？哎呀，你说这鳝鱼这么小，跑起来太快了。来，家人们把蛋捡起来。